展现肌肉的时候又到了。突然觉得我穿着我的超级热裤，让泡在脏水里面，实在有点不舒服啊。下面凉凉的，嘟，在电梯啊，谁啊？如果没猜错，应该是草地人。Hello。好，带一个两个药草跟这身肌肉，还有大枪枪，应该就到我们可爱的雪莉啊，这个好像没有电。喂呀！我记得有个位置好像蛮安全的，这里吗？耶耶耶耶耶！诶？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哎、欸，拜拜。因为我在这边能射爆他吗？我突然才想到，呀 ！One hour later, two hours later， 看射不死他，别了，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好了。来吧，威廉叔叔，来哦。哦，威廉叔叔跑真快啊！喂，威廉叔叔，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不要站起来，不要站起来！哦，谢，他要站起来，不给你起来。对，很好，趴在那里。哈哈 ，Spy for you！ 那东西动得还真慢呢。你哪个站起来呀，哥哥？哦！哈哈，哎，啊，扣的血够多，一次就下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雪莉。哦，出事了才要担心。Sherry， 雪莉。Sherry， are you alright？ 刚刚那个画面让我有点吓到，那个肌肉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雪莉，我的肩膀很好躺吧？哇，感觉我应该用一手拎，也可以把雪莉拎起来说。哎，昨天练的斜方肌有点酸呐、啊。Hey, I'll be back soon. I promise. 刚刚漂亮的展现了我的腹肌。拜！哇，他胯下爆炸了，感觉有点糟啊！胯下爆炸，嗯，再见。想干什么？他这样会，等一下会不会被门夹到啊？哎呦，他竟然直接弹回去了！哦，终于拿到药了。雪莉，不用担心，我马上拿药给你吃。这一身这样进来实在是太凉了。欸、不对啊，这是除草剂齁，并不是给雪莉的药，我在还想说给他吃药，要把他毒死了。I don't want it.
别挡路，别挡路！你们是挡不住我管 AI 的。哇、哦！发现为什么我手沾的时候，我身体沾的时候都血是怎样？沾满敌人的鲜血！哇！Hell yeah！哎、欸，谢莉，等着，这是真的给你吃药药。来吧，你老公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肌肉。哟！哎呦，青烟呢？哈哈哈哈，撑不住了吧？药还真有用。不要盯着我的胸肌看了、啊，雪莉，我会害羞。啊，赶快来扶你吗？被你爸打、啊，不然呢？你不要偷吻我的腹肌啊！来呀、啊！呀！哇！哎、欸，剩五分钟啊呢，威廉哥哥，你来背这紧啊！卡班呢？卡班呢？哦，你胸前的蛋蛋终于曝光了吧？哦，还是虎背熊腰。练得跟我一样壮吗？ I don't want it. 那边只有哑铃跟蛋白质哦，我先跟你讲。嘿，这里是廉价郎。如果你正在看我的频道，那你就是我最棒的观众。也欢迎发表你对本片的看法，觉得哪里有趣，哪里无聊，哪里智障，哪里没梗，我都非常想知道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若喜欢本片看廉价郎耍枪，也别忘了按个赞跟订阅本频道，我每日都会更新，让你吃饭排毒通勤都有廉价郎来娱乐你。也可以到我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廉价郎窝瞧瞧，并按个赞追踪，目前都会在那发公告跟废文。还有想看本作游戏完整故事实况的朋友，也可到等等出现的播放清单里观赏。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啦。